嗯，干嘛他们没有进来？OK，还有一个、两个。看、okay, 啊，这个我写着去啊，这一个啊 OK，题目一定要有咯，有答案。这个我记得啊，他会在圈圈题那边问的，有时候问你啊，一个一个不打拉嘎要有什么奇律奇律啊？你你印象中有这五个就 OK 了的哈、哦，一定要有阿拉玛达。 按印，方向盘一定要有这些符号标记啊，这些 symbol。然后这个它这边已经写了啊，北敦州就是指南疆啦，啊，指南疆啦。OK，第五，一定要有这个边边哈，per me down 边边啊。OK 啊，说、so, 这些没有问题哦。 有有印象哦，说、so, 这些不大的梗有时在呃考试纸的后面它会有的嘛，然后前面后面还是有一些圈圈题它会有的啦，你就看回了，有时他问我们，比如说这些问题，哪一个不懂的，哎，你去找看有那个，你就翻翻看啊，有哪一个不大是有的，对吗 k、okay, A 是三来的，对吗？不给啊，OK B 是什么来的？这个重要，大家有有谁找到这个的，给我答案一下，B 是什么来的？ B 这个尖尖尖尖尖尖,尖,尖的是什么来的？Zigzag 这样的叫什么？还是你们现在根本不知道，因为没有课本。上面有那也没有啊。OK，这个叫 b e n d n g 啊，大家，这个 b e n d n g 哈、哦，它通常啊在海边或者是沼泽跟稻米的中间，咸水沼泽啊跟稻米的中间，说它是一个隔离，隔离掉咸水。 不要给它进到稻米那边，知道吗？等等啊，OK，这个是这个懂吗？是香蕉啊，还有 B P 是 B P 什么？你看 B 还有 P 就是就是警局啦，对吗 b o l i c e 警局啊，哈、啊，比较常用的这些是 OK，还有什么？啊？这个我看一下啊。 这个月亮的是什么鸟、啊？哎，猜给我。月亮的是什么鸟？猜给我。月亮的，懂吗？还是你需要看这个月亮啊？月亮的是对，masjid 啊，对，好、哦，他。o k、okay, m a s j i d 啊，然后这个这个应该是马路来的啦，我看好、哦，马路来的，我们看看啊，Jalan Raya。 OK，n Raya。Okay, 等下我 upload 那个 recorded video 的时候，我就把那个课本放上去啦。OK，所以呢，那些班当 direct physical 布达亚，这里我找不到题目，不，他每次会问他会问你这个是啊、呃、，physical 的天然的还是不达亚的人造的？他会教我们分的，知道吗？OK，所以那个呢，你就要读一读了啊，你要知道一下啦。OK，好，这里我们可以看一看来二十题，这个讲回放 tree 了一下、啊。 f o 的那个放一边先啊，OK，啊，我们今天就就这样一第一课和第三课搞点了啦，啊，那个二四五六我们改天再继续啦，OK，现在我们来看一下这些先，因为 SK 是考这个啊 f o t r e e 的一到十一课哈、哦、，OK，这个我们才上，诶，有没有很久啊？没有很久吧了。关于彭莫鲁山树木和当地的马来西关于这个啊，在马来西亚呢管理森林资源呢、啊，啊，哪一个是？ Permaliharaan 哪一个是 Permaliharaan？你记得这个东西吗？这两个词，我教过你分了哈，一个是保护，一个是修护。哪一个是保护？哪一个是修护？来，Permaliharaan 是什么？这个啊，Permaliharaan 是什么？是保还是修？Permaliharaan 是保还是修？现在你可以翻风吹的课本了。 保还是修？会分吗？不会分。OK，我们厉害的答案是保护。你要背啊，这样的话，两个字罢了。对，这是保护啊，因为我们这个字是我们比较常看到的嘞，从小就有就学到了嘛，好像要养宠物我们 m 哈拉，还玩什么？对不对我们 m 哈拉，一个动物这样啊，是啊，还玩 m u m u h a 你家里的宠物。 以，么么么利哈啦”，它原字是“保利哈啦”，就是就是保护它咯。OK，讲另外一个就是“修护，呃，护里哈啦”啊，保护就是讲还没有坏的，你保护它。修，我用“修”就是因为坏了，你修补回来。哪<说>一, <facial> 一个来的？第二十题，你找你看得懂的，这个是简单的。哪一个你看得懂的，就是啊。 两个都看得懂了。你看找那个字，你看得懂了。A、B、C、D，二十题，猜啦，不要紧了哈、啊，错了不要紧。对了，还有吗？还有人吗？你看得懂的字来的，真的，你相信我，你真的看得懂了。两边你都看得懂了，有吗？还有人吗？没有了。OK 啊，C 啊，大曼尼加拉是保护。 国家公园怎么样啊？它有坏了吗没有坏吗？对不对？它是好好的森林保护区来的嘛？国家公园哦，OK。修复是这个这个字会看吗？阿、啊、金，崩湖丹纳什么啦，湖丹什么意思啊？金湖丹什么意思？这个字知道吗？湖丹是湖丹是森林吗？对不对？ 说保护、打烂、什么呢就是从中森林，从中森林是已经砍了，然后从中它，所以它是修护了、修理这样咯，好像，OK，OK okay? Okay 啊，所以你保护跟修护你要分啊。好，接下来啊，哪一个是 Product Technology 聚焦的特征啊？这个也不难，所谓的 Technology 聚焦就是对大自然好的啊，对大自然好的产品啊。 这这个科技的产品啦，会有什么特征？他讲对大自然好，你就找 A、B、C、D 哪一个对大自然好咯，哪一个啊？说、so、A 讲啊，提高使用能量和燃料。B 讲有能力呢，去呃 maximum 干啊，就是尽量的的啊，使到环境衰退。C 讲。 鼓励使用资源，巴汉，不能，巴哈鲁。给，动机是鼓励使用资源，巴汉，不能，巴哈鲁。哪一个？A、B、C、D？什么是巴汉，不能，巴哈鲁？什么是，不能，巴哈鲁？啊，所以好的是，对啦，就是 C 啦。哦，鼓励要使用那些能够可更新的能源，对不对？可更新的能源啊，不会玩了哈。OK，k 再来呀，十八题，哪一个是马巴干？ 人为的是他讲人为的一些因素啊，导致全球暖化哪一个会导致全球暖化，而且是人为的，哈啊,啊还有吗？哈，我看一下，嗯，他已经讲了人为的，只有一个罢了啦，对，就是。 A 来的啊，本巴兰的不干，开放式的燃烧，露天式燃烧是吗？露天燃烧，因为我们在外面焚烧垃圾讲咯。B、C、D 基本上都是天然的啦，啊，不过冬季要小心，有时他会讲，如果是森林森林着火是人为的啊啊，那个就是人为的了，因为有时啊，森林着火是天然的，没有办法的哦啊，有有很多时候也是人为的啦。不过他已经讲了什么，神木那假地就不是了，K。Okay. 啊，十七题哪一个是 Malaysia 的？这样容易了、啊，这个题目啊，这个是 MRSM 嘞。其实我找是哦，好像是哦，不是不是，这个是格兰丹的，好像是。大家，哪一个是 Malaysia 的啊？所以这个题目呢，你要知道啊。Of course，这一题我们会对了啊，三 R 就是 Malaysia 的。可是你看，他会降温，就是说他也会问你哪一个是 Denmark 的，哪一个是 Sweden 的，他会问哦。 所以你要记起来了哈、哦、，OK，那一刻啊，你在，这是最后一刻啊，其实，OK，十六题，阿金，你在的吗？阿金，查当干啷个提出一些步骤啊？怎么样可以提高水的资源管理？水呃、哎，不是水的素质管理？e r 哎，这个也是很逻辑。所以其实讲真啊，后面那几课，除了这个这个 part 啊，这个舍弃这个 p a 啊 t 啊。 除了这个判啊，后面那几课很多很这种很 common sense 的东西啊，逻辑的东西来的嘞。他讲讲提高水的素质、哦，就是要干净的水啊。那些怎样？第一，使用雨水；第二，使用 OK，这个是叫污水啊。哎，昆巴汉是污水，家里的肮脏水。尿啊，洗手盆里面的水啊，那些叫污水。o、okay, 家里排出来的。第三，merawat d rumah。 治疗家里的水，所谓的治疗就是说，肮脏了的跟他弄干净他。因这个好像很好像没什么哈、哦，但是是要有的、啊。你想一下，如果我们没有 merawa，就是讲直接把污水排去海，你知道吗？一定要 merawa 的，大便小便呐、啊、去哪里啊？一定要去到那个分池去啊 merawa 治那个水的，你知道吗？所以确实对了很好，冬季来的。 这个自然 melawat 是医病，你你记得吗？melawat 是医病用的，对不对？真的是这个意思来的哈，它是治疗，但是它不是治疗冰针啊，它是治理那个水，让那个肮脏水变回干净。哦，所以还会过滤啊、消毒啊那些，过后才排掉它啊，可能过后才排去海啊，还是什么样哦，就不会污染海太多了。OK，新加坡更厉害，它的 m e r a w a t 是哦，那个大便水的可以变回可以喝的水的。 啊，它就变回了可以喝的水哦，就就那个它的他们的水了，就可以喝了咯。所、so, 以他们的隔厉还要循环它的水，OK？OK？、Okay? Okay. 还有第四，去啊、呃、清理那些受污染的的河流啊。这个的话我们确实有做，好像马六甲河现在可以去玩了，以前不可以的，很臭的，很臭的。还有吉隆坡河现在也是可以去玩了，有去过嘛？我有讲过，是是，我给你看了那个什么了啊？啊、呃、啊、呃呃、啊！哈，它叫。 哦、oh,，River of Life 吉隆坡以前也是啊，很肮脏，黑黑。没有没有发展的时候是这样的，黑黑肮脏。现在哦，哇，它变了一个景点了，现在开会了，你们可以去。蹦拜几、啊、还是几点呢、啊？它会喷这个雾，很美的。好，就弄干净啊，所以确实是可以用的这个方法。OK，OK，、okay? okay, 呃，这个 APEC 还有这一个 r c 这个是国际合作关系啊，经济合作关系。 说、so, 他讲话、哦，国有哪一个国家是两个都有在？他讲，阿仙也有，A 派也有哈，这个我们要背好了，对不对？哦，哪一个国家你知道吗？哈，你有看到你的课本吗？如果你找 Yes 很好，哦，这个是呃、哦、，OK，蹦第几课了？八，新加坡啊，对，新加坡两边它都有，OK，阿仙来讲啊，A B C D 都有。 啊，可是还有在也有在 APEC 的话呢，是新加坡吧？因为 APEC 比较少了。APEC，呃呃，countries，有时你要快哦，在上网找也是可以的哈。啊、APEC 的 members 啊，我看一下，也很多。那这个是 APEC 的那个图表了，很多，你看到吗？哦，啊，很多国家。哇，OK，不要紧。给、okay, 他、啊、接着啊，说这个你可以看课本也是啦，然后他会。 有写出来那个列出来的，可、okay, 以接着啊十四题。Hutan Monsoon Tropica，大家这个不是热带雨林啊，这个是泰国的那个热带森林，不过不是热带雨林，因为你记不记得热带雨林有下雨这个字的，有雨降的，热带雨林叫 h u t a n h Tropica 啊，这个你要记得。好、哦，这个不是热带雨林。OK，现在他问的是啊。 叫 monsoon tropica，不过它它的跟我们是有一点点像的，OK？他讲它有什么特征？啊，有什么特征？你觉得呢？泰国的声音，跟我们很像啊，在这里呀、啊，这个答案是跟热带雨林一样的。十四题，如果我如如果我呃，我们讲泰国的森林有什么特征？你看 A、B、C、D，你觉得是哪一个？泰国的树跟我们很像的，哪一个呢？ 你可以猜啊，这个我们跟泰国都是一样，我们都有砍木，然后拿来卖的啊。这样是怎样呢？砍木然后拿来卖啊，是 A 来的啊。o k b e r g a y u Karas 都是硬木，有很好的硬木。五十米啊，这个其实讲真要要背有点难，对不对？五十米是很高了的哈。五十米泵是第几层？在马来西亚啦最高那层都泵是四十还是五十之间吧的最高那层。 所以它不是全部都是五十米的，马来西亚的那个热带雨林又分层了哦，好、哦、啊，所以不是五十米了咯。OK，这个冬季讲叶子有蜡、啊，其实也是有啊，不过这个特征比较是在啊啊、呃呃、别的国家，这个特征比较是在讲那些沙漠的那些植物啊，因为还要怕那个水排掉太多嘛，对不对？这个是热带雨林的，我跟你讲，冬季是热带雨林的哈，热讲写嘞哈，热带雨林。 你知道做梦吗？他讲和森林的地底很稀少啊，很稀少，树很少的。因为热带雨林呢，虽然呢、啊，我我我们将看起来啦，哇，我们的森林很浓密，对不对？但是它、啊、地上是属于稀少的。原因是因为啊，热带雨林有一层、第二层啊，从上面算起，第二层啊，有一层好像雨伞将了它盖到完全不森林啊，那一层叫 canopy。 哦，拉比山 cannot 比盖该到完全不森林，不是讲错，盖盖达完全不阳光，阳光到不到地底，将地底怎样啊？比较少数，这个是我们的了。讲到东西是我们的了。说十四题这个哦，泰国的森林怎样啊？它的它的地底啊是很密的。 很浓密的，因为它的树没有没有遮到这样多阳光，我们的树就遮阳光，所以你看现在很多人去爬山，对不对？其实啊，下午去爬山，不爬山了、啊，走森林啊，没有东西的嘞，因为不热的，很凉的。那个即使是下雨，小小雨啊，昨天我刚爬山，哎，前天我刚去爬山回来，我去一个很很长的山那、啊、山那、啊，然后又下雨啊，路地滑的要死。不过啊，它不是讲很大雨的时候嘞。 我真的是可以躲在树下，就是我快快走到一走进去那种，哎，就有有树的地方，我就 feel 不到雨了我 f e e l 到一点点罢了。啊，只是下很久，它才会很潮湿咯。OK，说它的弟底呢遮掉，对，阳光被遮掉，所以比较稀疏。这是我们哪、啊、里记得啊？姐姐，姐姐去，我每次讲我有去啊什么的。OK，再来十三题，所以你看到有没有回忆起哈、哦？我们 f r m tree 啊有很多这些关于气候啊、关于森林啊啊那些我们要读一下。OK，OK、okay? okay?。 哪一个是亚洲啊的特征呢、哦？他讲，equally Asia，亚洲啊，这样奇怪，亚洲有很多啊，哦，看哪一个，哪一个是对的咯？OK，无论是沙漠，沙漠他讲啊，那个温度差距很低，对嘛 j u l a 是差距啊，大家记得啊，这个是相反啊，沙漠温度差距很高的、啊，因为白天很热很热很热，晚上。 很冷，很冷，很冷，因为它没有云。沙漠啊，说 A 错了，Tundra 是很冷的地方。哦，极，北极、南极的。说他讲哦，Jumla 湖站雨水啊,雨水啊少过一千 mm。OK，它根本都没有雨水啊，其实啊，还有哪一个嘞哈、啊？卡杜利西瓦是我们的了啦，赤道的气候。巴拿斯丹格林错了，赤道怎样？巴拿斯丹冷吧，很潮湿。 所以最后啊，对的是冬季。monsoon 比较泰国的，这么它跟我们的不一样，它叫 monsoon，monsoon mon 就是有气候，它有非常明显的干季跟，哎，这么旱季跟雨季的，对，是冬季来的。哦，它有它有一一个时期一直下雨的，有一个时期是干的，完全没有下雨的。Okay、啊，所以其他的题目你可以做做一下啊，我们下一次再继续，OK？等下我们科学课见。